如果季绝尘对上尖斗罗，谁会赢呢？先来说说剑斗罗，他的武魂是七杀剑，被誉为大陆第一攻击的风暴斗罗，其武魂威力惊人，且已至人剑合一之境。他凭借强大的魂技在斗罗大陆上威名赫赫。再看季绝尘，季绝尘先天魂力只有三级，武魂是一块云铁，原本被视为废武魂的他，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将云铁淬炼成锋利的宝剑，同样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。但他所倚仗的是强大的剑意，若抛开等级差距，站在相同魂力水平上交锋，剑斗罗的优势在于其丰富而强大的魂技，每一招都蕴含着巨大的威力。而季绝尘凭借坚毅的剑意，也能在战斗中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。从武魂的品质和威力来看，七杀剑无疑具有先天优势，剑斗罗所拥有的丰富战斗经验和强大魂技组合，让他在战斗中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。相比之下，季绝尘虽然剑意强大，但在综合实力和技巧上可能稍显逊色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季绝尘恐怕输定了，因为季绝尘不会念诗。御煞惊雷起，一剑破长空，剑道无心。